潇洒的先生们，亲爱的精英讲师们，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再次热烈掌声，感谢我们此次的相识相聚。好，各位请坐。大家看到我了，看这里这一排人啊，因为这一排人都是跟着我走了几年的旅程，又同时走进了天师。今天这些老师是非常有幸赶回来和大家再次一见，我相信今天是他们站在这里，明天是你们站在这里，亲爱的同学们。其实当他们走向市场的时候，他们面对过巨大的压力，还不像你们，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娘家人，那今天这些人都是随我改嫁的。那改嫁的跟娘家人的区别就是，一开始人们有一个要了解的过程，有一个恋爱的过程，那么通过了这个过程，他得到市场认可。当时我送他们只有一句话，决定你们未来的不是任何人，而是你们自己，决定你们生存空间的不是别人，是顾客。所以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一直是那句话伴随着他们。当今天我看着他们一个个带着成功的微笑喜悦，带着市场的一声声的感谢回来的时候，我也感到无比的欣慰。在此老师也说一声，你们大家辛苦了。那今天晚上，亲爱的同学们，上了一天的理论课，今天晚上我决定还给大家上理论课。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亲爱的同学们，一天的学习累不累？累。辛不辛苦？不辛苦。不苦才怪。但是呢，虽然辛苦，但却幸福。是不是这样？是。今天有了这份辛苦，明天才会有更大的幸福。各位是不是这样？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不吃得苦中苦，怎能为人上人？掌声给自己。那今天晚上我和大家将要交流的是，在我们未来的培训过程当中将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和作为一个老师如何让我们的场合的气氛能够真正的起到互动，如何让我们的听众思绪跟着你能够一步步的走进你所要阐述的内容，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赢得听众的信任。大家觉得对你们未来有帮助吗？有。有没有？有。那今天一天我们学了很多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我想问大家，到现在你们能够记下来的有多少？没多少。有没有80%？没有。60%？没有。50%？没有。40%？没有。30%？没有。20%？有没有？有。吹牛。从第一天上课到现在，如果让你站在这里阐述，你能阐述出10%的内容来，我就算你是超强的记忆力。那么我们怎么样只记住了10%，而未来却要达到100%？因为在演讲过程当中，一个错字一个错字都会引起别人对你的信任危机，对不对？对。都会导致你这场演讲的成败与否，是不是这样？是。那么怎么办？学在先，练在后。练在后。今天学了，明天干什么？练。要怎么练？一遍一遍的练，不厌其烦的练，练的连苍蝇听你练都掉下来，那就到位了。为什么？他都听烦了。我要告诉你，今天你在台上多一分钟的付出，在背后里多一分的练习，明天你就会多一分的信任，是不是这样，各位？是。对不对？对。那么通过我们这次学习到现在为止，我想问问在座各位，你认为如果明天再次登上讲台，对你们讲台上比过去有没有更大的收获？有没有？有。有没有进步？有。那我再问你们，对自己信心有没有更加充足？有没有？有。但是你要知道，信心足了行动一定会快，对不对？对。
行动越快，阻力就越大，认同吗？认同。就像车开得越快，你就感觉顶峰越大，是不是这样？是。人也是这样，在你迅速发展的时候，你的发展速度越快，你感觉的逆流就会越大。那么未来你们面对的别人对你们的挑剔也就越来越多，是不是这样？是。那么我们做好了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准备？如果有人呼我们下台，要不要下来？不下来。要不要下来？不下来。为什么不下来？不是脸皮厚，笑着告诉他，当一个人往下拉，他都可以有勇气不下来的时候，你还不听他讲课，你一定会是一笔巨大的损失。有一次我记得和几个朋友到一个歌厅去玩，然后大家都是那种自己点歌，自己到前面唱，一个唱的好多听的，还有的高兴就去跳舞，结果有个女孩子上去一嗓子，很多人就开始捂耳朵，这个调跑的大西北都找不着了。然后呢，唱了一半的时候还忘词了，很多人在底下起哄，可是这位姑娘好样的了，就一直唱到最后。当唱到最后，说她首先向大家深深鞠躬，她说对不起各位，让你们的耳朵受刺激了。但是我要在这告诉大家，今天在场的我是最勇敢的，我看了比我唱得好都上了，比我唱得不好的没有一个敢上来的，只有我敢站上来。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其实舞台就是这样，你今天敢站上来，你敢去面对，敢去面对这些挑战，那么对你的未来就会带来很大的帮助，那对你的未来就会带来很大的提升。没有一个人是天才，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可以这样口吐莲花倒挂长江滔滔不绝。那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为什么可以不看稿件就讲了几个小时，是在我们大脑里储存的。那么有很多的学员曾经提问我说，李强老师，我演讲没有问题，我也不怯场，我只是在演讲过程当中有一个障碍，就是经常有时候想去表达的意思不知道该怎么样表达，表达出来总是感觉到不让自己那么满意，听众也不是那么满意，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有没有？有。大家想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想不想？有。那现在我告诉你，你的大脑词汇量储备不够，听到了吗？当你想表达一个意思的时候，突然发现你的大脑词汇库里没有这个词汇，所以你要绕半天才把这个词绕过来。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说今天这个事情你做的已经可以了，不要再过分，再过分这样不好，对你对我都不好。其实你说了半天就是告诉他今天已经可以了，那我们用一句话很简单就可以代表，适可而止，是不是这样？可是你没有这个词汇，你就要用很多的语言来把它，哎，所以就显得你这个讲的东西废话很多，非常啰嗦，是不是这样？是。那么大家都知道，说李强老师，我们觉得你讲课最大的优点就是你一上场就可以马上和大家产生互动，对，而且和大家互动的非常自然，而且你开的玩笑大家都觉得听起来其实很过分，但是怎么感觉也不过分，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想不想知道原因在哪里？有。因为我首先和大家达成了共识，其实一个老师你在台上想要得到所有的听众的认同，是需要你讲的东西必须是对的，对不对？对。不一定哦，其实听众不同，他的认同感也不同，所有的认同来源你想的和他讲的是一样的，他才会认同，认同吗？认同。如果我讲的和你想的不一样，你就不会认同，明白了吗？明白。所以比如说我跟大家说，亲爱的同学们，我们只要从今天好好的去听课，多去听多去听，有一天就会成为一流的老师，对不对？对。对不对？对。哎 OK， 那现在有人出现了不认同，那不认同的人证明我说的是错的，对不对？那认同的人又证明我说的是对的，对不对？那究竟我说的是对的是错的呢？其实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有多少人来认同。一场演讲最起码要达到80%的认同，叫求大同存小异。 OK， 掌声给自己。但是确实来讲，那么在刚才这个问题上，肯定光靠听是不行的，要靠练，对不对？对。光靠练行吗？行。没错，光靠练闭门造车造不出好车，只有把好的东西吸收进来，再不断的去练，在练的基础上再不断的去延伸，只有这样才能怎么样真正的提升我们，这些东西才成为我们身上可以去发挥的东西，对不对？对。 OK， 掌声给自己。那么现在呢，在白板上写了几句话，大家来看一看，
其实这就是我和大家互动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第一，大家会看到问 yes 的问题。什么叫问 yes 的问题？当我走进这个会场，大家有没有发现我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今天都是来上精英特试讲师班的，对不对？对。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对的，所以我一问你一定会说 yes， 有没有道理？有没有？有。只有好好的学习，成为一流的学生，才能成为一流的老师，对不对？对。只有今天我们成为最好的学生，明天才有可能成为最好的老师，对不对？对。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提升我们自我，对不对？对。只有我们的知识比别人丰富，我们才能去教别人，对不对？对。其实这些都是什么样的问题？都是 yes 的问题，对不对？不单单是 yes 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各位来看一看，第二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是不是这样？为什么要问简单的问题？大家很简单，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时刻，朋友们，这是白天还是晚上？晚上。张嘴你们就能回答我，对不 对？对。我想问问大家，爱因斯坦你们知不知道？知道。他哪年出生的你们知不知道？不知道。 OK， 这个问题怎么样？难。是不是太复杂了？对。对不 对？ 对。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老师一提问题他也想互动，结果一提问题发现底下没有互动，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为什么没有互动？因为他问的问题别人好久没有反应过来，而且确确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复杂，是不是这样？是。所以呢，做老师尤其刚刚上台的头三分钟，互动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非常的重要，因为互动可以把每个人的思维神经牵制过来。因为一个会场当中有人是自愿来学习的，有没有？有。而有人是无奈来学习的，有没有？有。朋友亲戚家人非拉来学习，有没有？有。那还有人是好奇来学习的，有没有？有。那么这些人当中，那第二种人和第三种人就非常容易出现听一会儿不高兴扭头就走了，会不会？会。那么如果你让他在那里感觉到孤独，感觉到无聊，感觉到这个学习对他来讲没有意义，那么他一会儿就会怎么样？就会走。而且一个人走就会影响他身边的很多，那么这些人的心也会跟着怎么样浮躁起来，是不是这样？是。那我们再看，在第二小节，我们一上台，别人第一个要问的是什么？你是谁？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每一个老师的出场自我介绍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主持人有一个介绍，是不是？是。主持人介绍的那是属于一个什么包装？有没有听到？有没有？他很难建立信任感，因为什么？我为什么会相信你？是不是这样？而当你自己再出来介绍的时候，那么就会不一样，是不是这样？那我给大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每一次上场的时候都有主持人把我介绍的其实非常的详细，但是我每一次出来以后，我还都会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我的自我介绍是为什么？再介绍一遍，谁能告诉我？增强信任感。让所有的学员们增强信任感。掌声。我的每一个再介绍是为了确认主持人所阐述的、所介绍的，更来加深大家对我的信任感，是不是这样？是。只有我们对对方产生了信任感，了解到这个人确实能够帮到我们，我们才会怎么样？才会听他去讲，有没有道理？有。有没有？有。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最关心的是谁？是谁？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要不断的来激发大家内心的那种热情。今天你们在座的，为什么我马上跟你们产生这样的互动？因为我了解你们的需求，你们的需求就是想让自己成为一个讲师，对不对？对。而我产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道理，就是你必须不断的参与，让你的嘴变得非常的灵活，让你的思维变得反应非常的敏捷，这样你才能成为一流的演说高手。 OK。一个反应比别人还迟钝的人，他能不能当老师？不能。很简单，你知道为什么有很多的时候你没有反应？不是你没有反应，是你一想反应就晚了，有没有？有。我们想鼓掌，发现人家已经鼓完了；我们刚想说好，一发现人家就说完了。然后一次、两次、三次以后，你突然发现你可以不鼓掌，也可以不张嘴，明白了吗？慢慢的，你就会又进入那种半睡眠的状态。OK，
有没有发现是不是这样？是。那我发现就是这样，因为今天上一天的理论课，我们听太多了，闭着嘴巴闭的时间太长了，晚上很多人又开始不习惯张嘴巴了，是不是？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习惯的改变，对我们一生非常的重要，是不是？是。你身上改掉了坏习惯，没有坏习惯，都是好习惯，你想不成功路很难，对不对？对。你不能改变障碍你的习惯，不能改变你过去孤僻的习惯，你不能改变，你就不能成功。是不是这样？是。那我们来做个小小的游戏，很简单，来，大家看一看，伸出你的右手，没有的就算了，六个手指头觉得难看的也算了，伸出你的左手，都有吗？有。高一点 ，OK， 来，插一下，打开，插一下，打开，简不简单？简单。容不容易？容易。插一下，握上它。各位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大拇指在上边？是。有没有？有。是左手还是右手？右手。左手右手？右手。左手右手？右手。说明有左手也有右手，对不对？对。那好，刚才是左手的请举手。通过200次的调查发现，左手大拇指在上的人非常聪明，掌声。右手大拇指在上面举手，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一说不幸手唰的下来，下来也晚了，那就是右手大拇指在上面的，据600次的测试发现，比左手在上面的更加有智慧。大家知道，李强老师跟各位开了一个玩笑，是不是？是。可是在这个玩笑的背后，我们看到左手在上面，右手在上面，完全是一种习惯，对不对？对。那我们现在再把双手伸出来。刚才是左手大拇指在上面的，现在变成右手大拇指在上面。刚才是右手大拇指在上面的，现在变成左手大拇指在上面。听到了吗？听到。OK， 打开，合。打开，合。怎么出现这样的声音？怎么样？不习惯。舒不舒服？不舒服。OK， 亲爱的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刚才我让大家改变了这么小的一个习惯，你马上感觉到了什么？那未来我们要改变很多的习惯，要意味着要遇到很多的什么不舒服，不舒服，对不对？对。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各位，当你们想成为一个一流的讲说高手的时候，你首先要去做好抗拒不舒服的什么心理准备。 OK， 掌声给自己。各位想不想一上场就气势磅礴、宏伟壮观？想。想不想？想。想就会有吗？要不要？要。是要还是一定要？一定要。掌声给自己。那么现在就请拿出你的笔和纸，记下4个字。要想达到气势磅礴而壮观，就要记下4个字：第一，要用最大的声音；第二，要用最快的语速；第三，要用最长的一口气；第四，要用最清晰的吐字方法。我每次上场几乎都是这样。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原是天意，分载着美泱泱大国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你我能在此相识相遇。原是天意，分载人为。亲爱的朋友们，古语说得好，千年修得共枕眠，百年方休同船渡。我相信今天我们能够共同在一起探讨学习，最少也是50年修来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大家共同的珍惜它，共同的拥有它，共同的度过这难忘的时刻，好吗？好。这么多快？够快。No， 不是我讲的够快，是你的听力太慢了。相不相信？因为为什么要大家一定要问李老师为什么要用最大的声音？因为声音洪亮能够增加磁场，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有没有道理？有。所以底下在正说着悄悄话呢，突然听到台门一嗓子：“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哇，头就立起来了，是不是？当他的眼睛刚刚接触到你，突然听到一系列的“原知天意，分载人为，泱泱大国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你我在此相识相遇，古语说千年修得共枕眠，百年方休同船渡。”我相信，亲爱的朋友们，你我能够共同的牵手，共同的学习，最少也是50年，修来的。
对吧？对。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当他和你一接触，突然发现你的语速这么快，他觉得他不能分神，一分神就会听不清楚。明白了吗？所以他必须要把两边的拉长了来听。OK。当一个人的注意力焦点在一个话题上的时候，他的思想很容易和话题产生共鸣，有没有道理？有。多好的东西有没有味道，不在于别的有没有真正的去品尝它，有没有道理？有。每个老师讲的东西其实都非常精彩，之所以没有味道，是因为他没有听进去。OK。对。掌声给自己。那有人问我，李老师为什么要用最长的一口气？因为一口长气才能显出他的气势磅礴，是不是这样？是。这种行云流水、气势磅礴，就会让人感觉到了一种什么？发自内心的激情、震撼、穿透力，有没有道理？有。那第四个字是什么？最气势。无论你说多快，无论你的口气多长，无论你的声音多大，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让别人。所以要求最激烈，掌声给自己。所以，亲爱的朋友，我想问大家，一个老师当你站在台上，在一分钟之内就能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的时候，你又有良好的技巧，你认为这场培训、这场演讲能不能赢得大家的认同？能不能？能。因为什么？我们已经具备第一个叫什么？风头。这个风头出场重不重要？对啊。重不重要？对啊。进入了风头以后，为什么要去互动？互动让每个人不再孤独，互动让每个人和你产生良好的友谊，互动让每个人的精神神经松弛下来，互动让每个人和你产生是一起交融的感觉，重不重要？对啊。重不重要？对啊。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进入我们的课题当中。为什么我要听你说？这一点很重要，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各位，提醒你们，当你自己衣冠不整的时候，你就不要去讲形象，听到了吗？当你自己囊中羞涩的时候，你就不要去讲创富，听到了吗？当你自己重病缠身的时候，你就不要去讲什么耶、yeah, 掌声给自己。各位，我想跟大家讲一讲，你们想一想，很简单，我往这一站，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未来的养生之道。我相信我们华夏5000年的养生文化足以让我们大家长命百岁。那我想问大家，当你出现这样的场面去讲健康的时候，还有没有人去听你讲健康？有没有？那今天一出场，头上一看跟鸟窝似的，就差里头有俩鸟蛋。除了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讲形象，如何成为打造自己成为真正的白领啊，一看你都像个雷领，你还来讲白领，是不是这样？对。所以你阐述的课题和你的形象和你的言谈和你的举止都一定要得体。那有人问我，李老师，那今天你穿这套衣服是不是也有专门的用意？没错。各位有没有发现今天我比较扎眼，是不是？是。非常与众不同，对不对？对。非常的活跃气氛，对不对？对。那因为我要告诉大家，今天晚上我们要做演讲的主角，听到了吗？听到。所以我就要与众不同，突出自我。OK， 听到了吗？听到。掌声给自己。所以在这大家会发现，舞台上的服装都是非常夸张的，是不是？是。为什么要夸张？就是为了与众不同，一眼就能看出你是主角。啊，你叫一号，听到了吗？舞台一号，是不是？是。那你说往人群里一丢，你找都找不着，那还能行吗？是不是这样？是。你比如说我们的赵晨光老师，来出列。这小伙子本来往人群一丢，很容易找不着，是不是？但是今天他穿件与众不同的衣服，再一看小伙子就与众不同了，有没有道理？有。有没有？有。你看这小伙子应该是有两把刷子，是不是这样？谢谢。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作为演讲讲师，
其实演讲就是一边演一边讲，这样的气氛才能活跃起来，听到了吗？听到。我经常问大家什么样的课的讲法是最好的，就是大家喜欢的，听着不累的，听进去的，听完就愿意去做的，就是最好的老师，明白了吗？明白。有没有道理？有。不在于形，而在于无形。只要你能结合今天的顾客群，只要你能让今天的顾客群接受你的方法，接受你的理念，能和你的理念产生共鸣，亲爱的朋友们，你这场演讲就是成功的。 OK， 听到了吗？听到了。那么说到这个，我为什么会听你讲，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在每一个地方讲课经常这样告诉大家，尤其千人大会一两千人，我往那里站，我就说，女士们先生们，今天首先我要恭喜在座的各位，因为当你们坐进这个会场的时候，你们就和中国的无数的亿万富豪成为了同学，然后马上大家就会激起他的好奇心，为什么？是不是这样？那我说，因为在中国，每人收费1200，低于5000万资产不让参加的，四天的课一个人讲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那个小伙子，他叫李强。OK， 听到了吗？那我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很多人一定说我不敢相信，你敢吹这样的牛啊？我说今天这里有摄像机，有很多录音机，这个牛吹完了要负责任，有没有道理？有。那既然我敢面对，就证明确确实实如此，是不是？是。那我想请问，今天有没有交1200的同学？有没有？没有。那这样就由老师给你们讲，你们要不要珍惜？要不要？要。在我们中国有个传统的观念叫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是不是这样？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社会变了，今天在天时集团，便宜也有好货。因为我们有国际一流的物业，还有国际一流的老师平台，六网互动当中，其中有一项最大的网，就是天师教育网，对不对？对。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一个个的网址啊，掌声给我们自己 ，OK。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把这个观点阐述完以后 ，OK， 大家想一想，哎，这样的人你要不要听？这样一个给亿万富豪上课的人，你要不要听？要。所以当今天地方这一站，亲爱的朋友们，我要告诉大家，在过去我所走过的场地里，无数的家庭因为听了我们的课程，他们变得更加的和谐快乐，那无数的人在我们的学习当中，他们变得更加的健康，人生变得更加的乐观，那有很多的家庭因为我们的课程，他更加了解自身价值，今天他也更一步步走向了创富发达的这条成功之路。那我想，亲爱的朋友们，有这样一位好朋友，过去我的足迹走遍了很多地方，帮助了很多的人。那今天我来到这里，大家愿意不愿意浪费你的一点点时间和我共同的交流一下？愿意还是不愿意？愿意。愿意还是不愿意？愿意。我知道，当我站到这里的时候，大家都叫我一声老师。其实我要在这里抱歉地告诉各位，我不是什么老师。三人途径必有我师，在座的每一位，在你的领域，在你的行业，都是我的老师。但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你有一颗苹果，我有一颗苹果，我们互换的结果是什么？每人只有一颗，对吗？对。可是今天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互换的结果，每人拥有两个思想。对吗？对。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多一点总比少一点好，你们认同吗？认同。不管今天你过得多好，你都可以过得更好，是吗？是。不管今天你多么优秀，你还可以更加优秀，对吗？对。不管你今天多么出色，你还可以更加的出色。OK， 耶、yeah! ！掌声给自己。那亲爱的朋友们，来到第三个问题，你说的和我有什么关系？各位，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要摆出这样一个阵容给大家看吗？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要告诉你们，听我说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听到了吗？他们曾经就是听我说的人。 OK， 听到了吗？用事实说话，用事实来说话，用事实来说明，重不重要？当着一个个的区域总监、教育经理站在这里，他们叫一声老师的时候，你们知道，哇，原来这个李强老师真的造就了无数的精英啊！我告诉大家，他们只是我学生当中的一小小小部分，还有更多去做了老板，还有更多做职业经理，还有更多做了更大的教育总监，多的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天有很多我的学生，像他们都已经超过了我在某些方面，只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但是今天他们还能来叫一声老师，我已经非常的感激，非常的高兴。事实讲，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谢谢。那我想问今天在座的各位，你们是不是我的良师益友？是。你们是不是我的好朋友？是。我们是不是兄弟姊妹？是。 OK， 掌声给自己。有人问我，
说李强老师，你能告诉我到今天为止你教了多少学生吗？我说我教了多少学生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最少有1000位老师，听到了吗？有人说李老师你哪来那么多经典的语句，因为我有1000位老师，每个老师教我一句我就要多少句，1000句。 OK， 你放心，一个老师他再笨再笨，100句话当中一定有一句有用的，相不相信？相信。1000节课当中一定有一句是经典的，相不相信？相信。所以你只要去挖这个老师的金子，钻石金子就是你的。如果你撒这个老师的垃圾，多优秀的老师一堂课当中也有垃�圾，相不相信？相信。李强老师今天10句话当中最少也有7句话是废话，是不是这样？不是。不是吗？谢谢。谢谢。如果你们大家不说不是，我是不敢说的。但是现在我只能说，群众的眼睛是亮的。所以现在，亲爱的朋友，我要告诉大家，掌握了演讲的技巧，拥有了人生的舞台，未来的命运和今天将与众不同。你们相信吗？相信。相不相信？相信。所以现在我想要告诉大家，你们说我所说的是真的吗？是。是不是？是。因为我用太多的案例、太多的事实、太多的经历来告诉了各位，也用我的行为已经来征服了各位，认同吗？认同。认同吗？认同。那么正是因为这种方式，我们才愿意来学习，愿意来提升，相信这种提升和学习，掌握这种工具，未来对我们的人生会带来与众不同的改变。OK， 是不是这样？我再掌声给自己。第四，在整个的人群当中，一定要迅速的建立信任感。那么其实在我刚才所运用的所有的手段当中，大家已经清晰的看出来，我已经和大家建立了信任感，是不是这样？是。那么信任感当中，我要告诉大家，不单单是你所阐述的内容，别人所看到的，还有别人曾经所为你介绍的，这都将是建立信任感非常重要的元素。有没有听清楚？有。有没有各位？有。那么在一场演讲当中，互动是至关重要的。那有没有发现李强老师还有一个习惯，讲课的时候经常走下来和大家一起转着圈子讲，有没有？有。因为我要告诉你，你在学校里会发现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前三排的学生的升学率在80%甚至90%，而后三排的学生的升学率往往不超过50%，知道为什么？想不想知道？想。因为老师离着他远，复制不到，他就可以给自己一些自由的空间，这种自由的空间就会导致自己大脑走私，会不会？会。那么坐在前几排的老师的言谈举止、行事坐卧、笑容，每一颗汗毛都能够感染到他，对不对？对。这个时候他的精力就不能分散，是不是？是。他没有分散精力，能够用心听了，对他就一定会有帮助，认同吗？认同。那么李强老师之所以要走下来的原因，就是要互动起来，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我很关注他，我很在乎他，所以我会来到他的身边。 OK， 所以我的距离才会离你越来越近，是这样吗？是。 OK， 掌声给自己。但是在这里我要告诉各位，个子矮的同学一定要注意，往下走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走的，如果你的身高只有1.65米，最好不要往下走。你知道为什么？你往下一走，后面就得站起来，为什么？看不到你。你给别人的空间比例越大，对别人的感染力影响力就越大，听到了吗？那我为什么一直要告诉大家强调不要把麦克风挡住你的半拉脸？麦克风挡住你的半拉脸，你就半拉脸没有给别人感受，是不是这样？那么没有感受就辐射不到这种磁场，认同吗？认同。所以你把自己的清晰的面容露出来，你的肢体语言、你的眼神、你的行为、你的语速、你的表情都能够影响到各位的时候，就能感染到各位。 OK， 是不是这样？是。是不是？是。把声音放开告诉我，是不是？是。是不是？是。全体起立。现在要不要和我练一练发声？要。要不要练一练勇气？要。要不要练一练阴阳顿挫？要。要不要练一练语言的排比组合？要不要？要。底气不够响，听到了吗？听清楚，提起丹田气，挺胸收腹，下颚微收，两眼平视前方，两个脚跟自然靠拢，与肩同宽。第一，用最大的声音，最长的音气，最快的语速，最清晰的同时方法。 OK， 那我现在来带大家好吗？好。可以吗？可以。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
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李强不远万里，相隔千里，辗转反侧，辗转反侧，带着满身的灰尘，带着满身的灰尘，满身的疲惫，满身的疲惫。当我登上这方讲台，当我登上这方讲台，拿起那支神圣的麦克风的时候，拿起那支神圣的麦克风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我才知道，我才知道，我们相聚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们相聚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掌声给自己。我想问大家，爽不爽？爽。舒不舒服？舒服。一个老师一定要把所有的观众感染，对不对？对。No。记住，先感染你自己，能不能听到？听到。当你自己不能把自己调整到巅峰状态的时候，你能不能把你的学员带到巅峰状态？能不能？能。能不能？不能。什么样的师傅教什么样的徒弟，认同吗？认同。你们看看我所有的学生，有一个是云布疙瘩的吗？没有。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哎呀，李强老师，为什么你带的人都这么开心，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快乐，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勤奋，为什么态度这么好，你告诉我怎么教的。我说我从来没有教过他们，我只是做给他们看，听到了吗？谢谢那我们现在来练一个语言的排比，好不好？好。那我现在呢，先和我们大家，我们先练一些我们经常用的用语，好不好？好。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原是天意，原是天意，分在人为，分在人为。泱泱大国十三亿人口，泱泱大国十三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960万平方公里。我们能在此相识相聚，我们能在此相识相聚。古语说得好，古语说得好，千年修得共枕眠，千年修得共枕眠，百年方休同船渡，百年方休同船渡。我相信亲爱的朋友们，我相信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相识相聚最少也是50年修来的，我们今天的相识相聚最少也是50年修来的。让我们彼此珍惜和拥有吧，让我们彼此珍惜和拥有吧。这是一个沁园春雪的一首词，这首毛泽东的诗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练一练，大家可以模仿我的语速。沁园春雪，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望长城内外，惟余茫茫，惟余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三五银蛇原驰蜡象，三五银蛇原驰蜡象，与天公试比高，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须晴日，看红光素裹，看红光素裹，分外妖娆，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略输文采，唐宗宋祖，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只是弯弓射大雕，俱往矣，俱往矣，数风流人物，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还看今朝。注意里面的阴阳顿挫，注意里面的吐字发音，听到了吗？听到了。站直身躯，屏气凝神，气息丹田，眼神里充满光芒，让你的面部表情到极度的兴奋状态。看我，北国风光，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望长城内外，惟余茫茫，惟余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大河上下顿
吃蜡像，三五银子愿吃蜡像，与天公试比高，与天公试比高。须秦日，须秦日，看红装素裹，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略输文采。唐宗宋祖，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几十弯弓射大雕，几十弯弓射大雕。举王矣，举王矣，数风流人物，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还看今朝。掌声给自己。各位有没有觉得气势上升了很多？有没有？有没有？有。声音不够洪亮怎么当老师？有没有？有。有没有？有。我要告诉大家，气息越练越足，听到了吗？听到了。那过去我也是讲上两个小时的课，小肚子的，现在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那你经常练，经常练，你知道吗？丹田气就会非常足，这就是经常做演讲的人为什么叫中气非常足，听到了吗？听到了。这些气一定是练出来的，不是天生就会有。你吃多少人参含片，不好好练都不好使，听到了吗？听到了。OK， 请坐。舒服吗？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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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们用什么？最大的声音，听到了吗？听到了。从现在开始，我每一个问题都要用最快的语速，最大的声音，最清晰的吐字的来回答我，对吗？对。能做到吗？能。你们愿意吗？愿意。你们可以吗？可以。你们怕黑吗？不怕。你愿意喊吗？我想问问大家，这个时候除了汗要不要擦？不要。为什么？卫生巾。记住，我告诉你们，汗出多少都别擦，只要能够不把眼睛迷了。听到了吗？你们知道为什么？它会起到非常强的感染力。相不相信？相信。所有的听众，当看到你满身大汗还在激情演讲的时候，他会不会被感染？会。你擦了，他又忘了。有没有道理？所以一般情况下，李老师去讲课都会多穿件衣服，为的就是要满身大汗。啊，我要告诉大家，其实呢，当你真正进入状态的时候，你根本就感觉不到热，听到了吗？而且这种汗呢，会让你的全身的细胞更加放松，听到了吗？听到。而且我告诉大家，汗水和泪水是最有感染力的水。听到了吗？对啊。口水的感染力强三倍。听到了吗？听到了。但是括号只是在演讲台上来讲，下了台究竟是口水的感染力强还是汗水的感染力强，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发现刚才我说这个汗水的感染力和泪水的感染力比口水要强得多，有两个姑娘是这样看着我，很茫然的。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今天所阐述的只局限于讲台之上，听到了吗？再有，基本都代表个人观点，如有雷同，纯属巧合。